安分局3月22日20:05，接获报案，仁爱路四段酒馆内打架，警方到场发现一名男子胸口及大腿等处受伤，立即通知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，伤者无生命危险。警方目前尚待厘清犯案动机，经调查获悉有多名男子进入餐酒馆后，随即针对陈男攻击，致陈男胸部、大腿多处伤口。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经调阅监视器画面，已掌握特定对象及逃离现场之交通工具，将积极查缉到案。单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，应理性沟通，切勿使用暴力解决问题。并针对辖内餐酒馆及一资深事故处所，加强民检及盘查，防治暴力事件，并维护社会安全秩序。